我这会接不到。哦，哦，对啊，会，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，不然就用视窗了。抓不到的时候就要用视窗了。还是你没有开全荧幕？那肯定是有的。要去吃八方了，我已经假罢了。刚吃了一间咖喱，选举车又在敲了。柯文哲、侯友宜。哎，我这还有拍一下那个，我昨天在高铁站还有拍一下那个侯友宜演唱会，就在台中高铁站那里。超级多人呢、欸，10万人呢、欸！我在楼上听他说有10万人在现场哎、欸，不用门票，不用抢票，人人都可以到，超爽的！你们进 gate 了吗？我还没卡住了。我没去啊，我就在那个啊，我搭高铁的时候看到的啊。我在高铁站的上面看到那个侯友宜演唱会，超级远，也没有到超级远，大概2条街的距离吧。但人真的很多。唱夜袭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还来不及听他唱歌，高铁就开走了。先截一下画面。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。不知道为什么截不到游戏画面，奇怪啊！韩国语要动算了吗？快了啦！那、啊、回去票投韩国瑜就动算了啦。我先用显示器截取好了。也傻眼母咪8个月。啊？这费德提克还要人搬开的、哦，会不会玩费德提克啊？他这是他的第一，这是他的第二把。我们要自求多福了。自求多福啊，没差、啊，反正这最后一次的韩服啦。再见了，韩服。要来句 CQ 了。比赛前都不会玩其他游戏吗？玩啊，什么都玩啊。风之谷好玩，一直玩。无甲。这边2级了哦，鬼步。没事，我也一样。没事啊，我鬼步直接开起来。哇 ，AD 是 Ghost， 我直接吓吓他们哦。他没想到我这里鬼步竟然直接就开了。肉也可以打僵尸，肉有很多活动啊。你看一下有那个哎、欸、，LCK 这个前哨战表演赛。难怪前几天那个 CQ、LCK 的都在乱搞哎、欸，每个都在玩不同路。我的换血了。
我想好好的吃兵。我觉得对面要这样子玩，真的是找死。我有一个一，大补来一下，冲啊！没事啊，我会自爆。保底输出，好久没用这一招了。青紫39个月，你还可以卡个线呢、欸，他应该推不完，他没有魔了，他只能再 Q 一次。我走，我走。住了，可以，我来制裁他了。柱没闪，哎，我就不想把他吃掉，把他赶走。挡一下大雨，可以哦，够卑鄙哦。训练室有暖气吗？训练室有空调啊，有空调要怎么暖气？有电风扇啊。这里这么热，要什么暖气啦？聊天室啊、哦，聊天室等等再来处理。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截取不到 low 的画面，等等来搞一下。别，啊，哪需要暖气？昨天都还烧起来嘞，昨天那个升降桌还有一股烧焦味。宿舍都烧起来了，冲啊！哎、欸，就他一个、欸，哎，我要约他。是，是啊。我拦他，把他打退，那我再。好主意。好的。嗯，该不会把他打死了吧？在聊天室，有空一定看啊！现在认真练习。你看我这个 Big Mouse， 大夫 S13 最后一场的大嘴，随便一个扛都行了，送走，等盾，注意啦，再来了，走吧，再走吧。哎、欸，钱怎么是你的？不可思议、啊！哼，要点到塔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没有。两把弓厉害的、哦，这个可以点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名字了。他不是唯一被动，他是两把独特弓箭，心里有桥。反正你有鬼附，他是不能啊！等等，敢再走出来，我就是鬼附，直接追死了。那你看我平 A 有30点魔伤啊，刚好扣个魔可以出两把，因为他接下来两个装备都会用到，可以出到3把也没问题。要救，要救，要救！有救的吗？打吗？耶！没怎么救呢？怎么让他们走过来？再走过来，我就要开杀了哦。感觉二打三，我也感觉二打三局。你有治疗吗？有。感觉再来一个月塔局呢，不错啊，管他的，
要先破。嗯，来了，连加里欧都来了。加里欧，加里欧没大，加里欧没大。哦，来了，直接把他弹走了。There we go。哎喂，哈哈哈哈来送的呢、欸、可是我们不能往前的呗，库尔都看起来好像在送哎、欸、啊，连闪现都被打出来了，双排是谁？小 K HPS 的替补，夸张！哎、欸，断一下，断一下！也找不到了，嗯，放走他吧。那波大的刷下来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鼻子怪怪的。OK， 前进。你多久六啊？我半管。那个安安安安呢？被压。他还闪，他是真闪，他没有闪现。贴纸真的是随机的，一秒一。贴纸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送的，但应该是随机的。绝无造假，你看我们几率摆在那里就没有造假，不会杀 ID 哦。你被打得有这么痛啊？主要是我送到点燃中，他的刀跑，他的刀比。哦，他有刀跑哎、欸。嘉文来了，哎、欸，下来，就是我直接咬他，没人打，不到，收局，无情收残局，刚好活力，刚好活一百，哇，还有预示者、啊，迷你欧大绝真的好爽啊！我觉得应该是点不掉啦，我想回家啊、喔，但我停不下来了。肯定没有撤退啊！我没有后退这个按钮。他这个龙也没有后退的按钮。哎，他要皮我，他完蛋了。你可以看呢、欸，看看不狼，跳跳跳跳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我的演技，完美，三秒皮，两秒，啊，你应该是直接弄死，演得不错吧？来。陨落王者之剑，直接去中路了。是你的提示吗？对啊，我要直接去 CQ 喊哦。还是你帮喊一下？现在喊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帮你看。现在应该打了，看一下。有没有新的下去给他？不知道为什么大招有点怪怪的，感觉我需要一个滑鼠垫，这个桌子滑滑的。待会就会窜出来，滑鼠不好动，没事。
随便压的。你开这么早，我想说等凯莎出来杀他了，这样我应该出来盖我。右边右边，他有他已经在右边。所以刚刚半血帮你，我是有七血啦。又有 W， 可以。有 W， 我有 W。OK， 不怕勾就往前。哎，他勾你，你是可以解掉的吗？对。再解。就是他勾到你的那一瞬间，你可以像蘑菇那样解掉吗？你要抓的。动的话就要等 CC 完我才能按。旁边的卫生纸啊，没办法，涂药膏就用到你的卫生纸了。你有闪，我要直接把他们一波。他们往上，他们往上。不行，我都一定要瞧一下这个桌子，这个桌子真的有问题。这个椅子，这个椅子会一直升降，就已经有点奇怪了。我先把这个椅子弄起来。哎、欸，他中嘞、欸！哇，我刚好不在。我没有魔了。OK， 那吃完这一波回家。不拉溜了。哎、欸，跑车哦，舒服。你要直接喊吗？喊吧，喊吧。等一下喊哪一种？你要双也行啊，反正定义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先双吧。凯莎拿两个赏金了。凯莎不知道为什么还有121刀欸，为什么？他真的挺高的，他是能 C 的人，哦，他是会玩的。眼睛如何了？眼睛现在还行吧，就打个两三场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眼睛打我就打，闪怕不盖。直接鬼步启动，哎，可以哦，开闸，咚，哎，他说不定会飞过来哦。我治愈了，我治愈了。可以啊，这柔一好痛啊！没有戳出来，哎呦！打断啦，倒了，跳到，没大没大，没有大都没大，管他有没有大，直接乱杀喽，反正有柔一在，加里欧都没飞下来，超奇怪的。只能说你下波要小心了，下波你下一波，我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保个命。下一波是加文的加里欧。跟凯莎比，加文加里欧加凯莎，我还是死一死好了。CQ 的大嘴哦，我其实在 CQ 也想出大嘴了，但我想不到他要怎么出装，太难出装了，好贵啊。我觉得穿透应该会先起来一阵子啊，那个穿透装比其他的装便宜蛮多的。像那个法洛是穿透装三件套，2700、2700、2600。可以啊，人呢？中，对呀，没 W 有了。
加个速就好了。喂，他们想杀我哎、欸！是吕牙宁。我输了。哎、欸，我招好了哦，我杀他，帮我加速。哎、欸，对，中了。哎、欸，真的中了、欸。冲啊！哭啊！我先拿他的，我怎么会中啊？决定明天先去买一个花薯片。鬼锁借攻甲克修寇格姆，可以啊！你有那么多钱，当然可以啊。这就是没钱啊，重点就是没钱啊。哎、欸，寇格姆是被法洛斯康特的。有很多法洛斯的场会出不了寇格姆。哦，别打水。我死角到底让从旁边动勾我似的。对，死喽！哇哦，没死啊！要举他！哎，那怎么你死啦？死的人不太一样呢。错。对面好像要拼巴龙哎、欸，那我觉得牙宁可以踢过来。啊，踢这个位置也行吧。踢个风吧。我拉扯一下。再拉扯一下野怪。刚刚开的不错啊。只是对面有点硬，哎、欸，他四二一，哎，啊，我发育有点没那么好了，你把我，他才不三剑，把我的三剑盯出来。凯莎想进来杀人了，出一下巨酒，等我神话装出来啊！最后的神话装了，再见了，神话装版本。其实说不定 S16、S17 又会再改回来。我的妈的！我有血。先救他吧，感觉他有救呢。我觉得他可以操作。等我一下，还在走。哎、欸，我被勾到了，看我一下，我回波快好了。哎、欸，看我，看我，哎、欸，我被秒嘞、欸，没事，搭配贝德提克直接秒杀，保底输出，再喷一下，什么状况啊？为什么他可以秒我啊？不是啊，不是纳尔瞄我的、啊，是凯撒瞄我的。他三剑了，他这波三剑的，他一个 W 把我杀了。
我左那边想稍微的勾引一下，那是假巴龙。对，柔一怎么一直跟我抢兵？因为柔一没带 TP 啊，他可能得靠捡到的 TP 吧。他发育其实落后，他没有兵吃啊。你要表，他才一件装哦。对啊，多很多。像这样，继续压中好了。等这稻草人一跳，应该就结束了。好，看右边，看右边，帮我加速。那可刷掉啊。其实可以准备，准备不视野吧。感觉拼中局耶，这会变拼中局。不过我可以把这边杀光了，大概也还好。先让牙鳞推吧。他变大哦，他变大哦，他快丢了，他快丢了。等他丢了就可以吃了。牙鳞要把他们拆光了。跟我一样看的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那我回家了。是他几点？热牙，你要踢过来哎、欸！来了，拼中环节。大嘴怎么又能玩了？感觉韩服啊，韩服随便玩。再倒，好好死！哇，牙宁，好帅呀、啊！太，去三甲。哇，这个开宙斯啊！其实我刚才在想，为什么道长还在里面活那么久？因为我一直在 A 他们了，没要理我啊！我有一直在走啊，他这怎么在打我？感觉等一下四一啊零一，我抱在一起。再吃个野怪回家咯，算了，啊，再吃一点好了。金球造一下野区，让这些输妖。有下步进攻再放啊，不然会有点浪费的。不用，然后牙鳞嘎嘎举嘞，两个五个中路，兵营局结束局，这里还没加巴加巴。GB 加巴加巴，三秒大步，哇，顶得好哎、欸！嘉文掉下来喽。有吗？有招吗？三秒。哎，被勾到了。哦，西哥排到了是不是？
猜到了我的前队友打。OK CQ 启动，我这样灯出不知道明天号还开不开得起来。为啥攻击距离这么远？因为我有带征服者。哎呀 ,TR99。迷你欧有加啦，不过迷你欧加在大嘴上面没有加很多，加50吧，还是60。加你的 10%, 你的 10% 是原本的 10%。550的 10% 吧。就是 55。看一下我们排进哪一方。最新那一房啊？哦，打林蔚翔这一房是不是？不是，是阿萨姆。阿萨姆啊、哦？对啊，阿萨姆不知道阿萨姆是谁。我要看一下，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林伟翔，世界冠军很多啊，这里一大堆啊，这伺服器一大堆的喏。再加 W200, 815，吉英克斯应该才是最远的吧？吉英克斯应该可以到900吗？韩国风之谷旧伺服器，有空一定去玩啊。今天有机会扁 T1 的吗？没啥机会吧，游戏可以开打啦，今天 T1 在场上啊。我们转移吗 ？OK。Run for red， 韩服关了，他们就要全来了。韩服今天好像蛮晚才关的哦，4:50才关哦。虽然韩服不关，他们也是会来了，因为打韩服根本就13版，谁要打13版？有 CK 比新版本了，正在比啊。刚刚那个咧，刚刚元神哥那一队被3:26，哎，3:26你懂吗？豆腐金刚队。Faker 没带重击， Faker 没带重击是怎样？哎，刚中路跟下路的打完了，谁赢了？ Faker 先去打野哈。中路 closer 欸，
刚飞哥打野忘记带重疾啊！我怎么看回放的时候有？他不是酒桶吗？我们被 cancel 的了。为什么？等太久了是不是？你看一下他的那个最新的那个什么？他说 ，There are many players have granted bonds, so we will stop until Riot solve the issue. Therefore.G364 L G365 will be cancelled. Please don't log out TR99 or you will bong. 是 O will. You will bong 什么意思啦？我也给他原文不是，我也只能给他一个点赞的符号啊，还能怎么样？我给你一个赞啊。他说伺服器炸了呢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睡觉啊，收工啦。好啊，管理员都发这样的文了，然后滔博的还在喊加加， BYG 的还在喊，看不懂英文是不是？管理员发，管理员发完这个文 ，TS 三六九加。哦，是 Waywar。不管了，我也喊佳佳，我假装看不懂。你也有，我不懂英文。现在怎么搞？反正现在大家都喊佳。我们现在在请了他吗 ？TR99 is bone guys， 真的蹦了吗？很多人在团练呢。真的蹦了吗？那我现在邀你。我看韩华在团练呢。真的蹦了。阿爸，你登出看看。他说登出之后你就会蹦了。OK 啊，我登出看看。啊，我蹦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就说今天没 CQ 啦。那我不如去睡觉啦，打这个。那这韩服还有啥意思？登出就没了，你还登得进来吗？我登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登进去。他还特别提醒你 ，Don't try log out、欸。啊，我 log out 跟 log in 都没事的，我重登了也没事的。你跟他反映一下。那我是要说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是他的问题吗？可能是有些人有问题，因为目前，哎，他帮你翻译成中文了。因为目前许多选手无法登录 TR99， 我们决定暂停组队，直到大部分选手可以。再次登录，如果你已经登录 TR99， 请不要登出。嗨，因为一直有人喊佳佳、哦、他怕你们看不懂啊。啊，他很贴心啊、嗯。他看你们，他打英文还一直喊佳，受不了了，直接翻成中文，再喊佳试试看。我就看现在还有谁敢跳出来喊家。无法登出的游戏了。
RAO cancel now， 老干爹都出来喊加了哦，不管哦，不管哦，他就是要加哦，管他的哦。哇，这么任性的吗？不管就是要加，管他的。还是帮他翻译一个简中的版本。那感觉你要再给他翻一个简中的版本呢？真的，不然他好像会一直有假跑出来。点赞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七号，算了，那来去伤起来好了，准备明天的团练。伤起来是。来去吃点好料的。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对吧？不然现在也没事做啊，不然现在能干嘛？看比赛啦，我感觉看比赛比较实在、欸。SF6， 下次啦，下次一定。等我夺冠之后。还是 Purge 跟谁在？你们练22啊？可以啊，不然等下可以来打22啊。那我算了，先关台了，应该没啥事了。老鼠啊，老鼠好像之后再玩，之后有空再玩。关台了，差不多啦，没办法，谁知道今天 CQ 会坏掉嘛？那也没办法。那晚一点可能啊，如果晚一点好了就开嘛。再会。哦，三个版本诶，英文、韩文。你知道他还翻成韩文的版本啊？对啊。走啦，大家去看捏宁啦。这两国英文都不好，说的啊，台湾人英文好的嘞，我 A 到 Z 我都看得懂。大家记得去跟我的好朋友捏宁说个安安啊。再会。